手机用了一半没电了，这话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怎么讲呢？就要这样讲，手机没电了。哎，不对，那是老外会讲中文，叫 the cell phone 或是 my cell phone is dead， D-E-A-D。 这个电池没电也是这么说， the battery is dead。 这电池还有电， the battery is good， 用 good 这个字叫有电，没电叫做 dead， D-E-A-D。 明白了吗？